的这一个这一个两个很可爱的小女生，对，她们是 Casey 跟兔兔。然后我想，我要这样讲哦，他我要先跟你们跟大家说明，就是我们今天上来基本上都不是所谓的职业歌手，我们都只是喜欢音乐的人。对，我们看第一批，我刚刚讲得很清楚，就是你喜欢音乐人，你有准备人就上台了。然后，可惜跟兔兔是，兔兔是来这边过生日，然后就跟他说你上来试看看，唱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有勇气？最重要，开什么玩笑？然后一唱就唱一年，对。可惜也是一开始上台，他当然你摸我的手这样，我冰的，干嘛弄急的？我好紧张哦，对。我没有记错，这次是他第四次上台，对不对？可惜。对，那我想，就像我觉得那种感觉，就像他们讲的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地方常常出没的人，上这个舞台会更紧张。当你在这个舞台上面，你可能看到十个以上的职业歌手在台上的时候，你自己上来台，你看你会不会紧张？所以我很佩服他。对，凯西多多给他们掌声鼓励。给他们两位掌声鼓励。喂，哦，好，对，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兔兔，然后他是凯西，对，凯西是在曼市集卖果酱的，他做的果酱很好吃哦，就是他是那个很辛苦的把那个从果汁不是从果汁啊，从果实，然后切块，然后再切丁，然后再熬煮，然后就成了一罐一罐的果酱。对，他就是在曼市集卖果酱很辛苦。对，然后我是个不务正业的研究生。对，对，我的正业在学校好啦，就是论文写不出来，然后常常就跑来那边玩耍这样。对，然后这首歌就是在我论文写不出来的时候写出来的。对。对，我们今天带来三首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写的，我们自己的创作的。然后第一首歌是我自己在某一次就是跟老板 meeting， 然后跟老板快吵架，也没有吵架，就是说啊你的东西不行，然后又退回来，然后就很闷啊，然后就觉得啊这是我梦想中的生活吗？好像不是。对，然后每天就跟电脑搏斗。对，然后我就默默的写了这首歌，然后这首歌也是我第一，就是第一首自己的创作。目前截止，我只有两首歌而已。对，所以这是我第一首。好啦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这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我最初的梦，灰色的天空，看不见我不停的颤抖，我不停的走，忘了追寻的初衷，告诉我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，这样的日子该怎么过，期待些什么，又剩下什么，我只想要那有梦想的生活。写这首歌的由来，它不是情歌，它是写给这个世界的，它是一首那个写给世界，然后写给自己，然后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，然后我里面有写出，不管你的眼睛啊、皮肤啊是什么颜色，都要大声的说出 I love you。就是对自己讲说啊，我很喜欢我自己的一切，不是对别人说 I love you，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。也、欸、没有啦，对，能够喜欢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就多跟自己相处，然后多爱自己一点。好。我们今天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相视，然后笑。
你看见世界，天空开怀的笑脸，手指画个圈圈，像太阳的圆。地球转动着，越远也会越近，时间一直往前，不停在改变。不管眼睛和皮肤是什么颜色，不管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也许，你和我都一起大声说出 I love you。 这世界那么大，大到令人难以想象，有天空，有海洋，还有一个小
是一只鹿吗？大家常常把我错以为是我的亲戚，表哥名字是罗马，其实我的名字应该叫做草泥马。我是一只草泥马，我每天被妈妈骂，妈妈说我是一个傻瓜。我是一只草泥马，我只想赶快长大，让我好好保护我们家。尊敬的大大，拜托，请把蔡嘟嘟训练成为专业歌手，拜托了，太好，好可爱，有可爱哦。我们这次做那个圣诞卡的那个分享啊，真的是很多很有意思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这就是写他是一个消防员的。我在救的时候看到你，还讲看到我就很尴尬哦。好了，给你看到。OK， 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哦，然后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待会儿再上第二堂课。好，敲钟请。天使的样子，云之为什么？我。
都追不上那些人那些